最近麦麦简直杀疯了，和 Mr. Doodle 梦幻联动的各种新包装太戳我了。吃了半天麦当劳终于集齐了素材，火速用他们44种小相框放在家里，好童趣，一起做起来，看看你是哪个段位。听从可爱边边相框，按照图纸裁剪下来，边框贴透明胶配厚和底层粘合，用麦麦包装上的小图案装饰边边完成，闺蜜款也不能少。白爷，圆体相框，根据图纸做3个相框。麦麦盒子的尖角刚好做挂钩，2根绳子连接3个相框就做好了，可以放照片，也可以放自己的心情图呀。这次用的材料都是麦当劳与 Mr. Doodle 的联名包装，包装好看，麦乐鸡好吃，还有20元20块麦乐鸡的快乐谁懂，而且六一当天还能多领1块，不到1元1块的麦乐鸡无法拒绝。六一福利加码，对上暗号，谁还不是个宝宝就可以 get 迷你甜筒哦，还不快冲。黄金多层立体相框，按照图纸做框架，放入剪下来的图案，想做几层做几层，放入小灯串，还可以做小夜灯。钻石可翻转相框，重叠部分粘贴，小机关图纸，2个圆环分别粘贴到上下叶片，末端沿折痕折叠粘贴到底板上，空白位置可以贴照片或喜欢的图案，用麦麦周边做礼物送给龟龟，你学会了吗？